今日美國的媒體爆出猛料，中國的新疆飛虎俱樂部是以一份怪獸級的金額報價閃電俠偉特，CBA的球員薪金是不受限制，而且球隊沒有工資沒有這一講。之前最高年薪的山東隊的諾里斯高爾，就是Norris Cole，一年是500萬美金。 上一年，扎寧斯在山西的年薪是220萬美金。DV 這個號稱怪獸級的薪金具體的數額是多少呢？